一步一步踏上人生，真心不见圆满的日子哦。再次谢谢我们众亲友的祝福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请上幸福舞台，接受大家的祝贺。邀请我们的乡长来为我们这支台子家人为我们做最棒的祝福。啊，感谢咱的书记哈，啊，咱今仔日咱的主角，咱的新郎新娘，吼，啊，咱的双方的祝福，另外个咱的啊高人啦吼，啊现场吼，所有的啊金花贵宾吼，啊双方的亲友，啊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好。哦，今仔日吼，内观特别欢喜啦吼，啊，咱这个从容就是咱的公所的同仁吼，啊，今仔日伊的千金要来啊，这个稳定之时。吼、哦，嘛是咱啊，那像讲啊，咱公所伫咧办喜事啦，吼、哦，要嫁走囝啦，吼、哦，吼啊，伫遮就好一对，哦，咱郎才女貌的新人，你来看一下，咱这个新娘子非常非常的漂亮吼，咧水招囡仔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的新郎嘛是安吼，新郎足缘投的，汗臭嘛足好的吼、哦，相信啊，咱这对新人，吼、哦，今日要过来要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共同来组成一个新的家庭，吼、哦，有这多。啊，宾馆贵宾啊，亲友的过节甲祝福之下，相信因的婚姻会非常幸福甲美满。好、啊，今日我来祝福因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嘛祝福因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吼。啊，小贺喜啊，恁呐吼，这相亲好无？好啊，哈哈。啊，较早讲真缠报国，主要是真缠救国啦，所以来讲吼。啊，无一担嘛，着半担啦，吼，尽量来生啦，吼，啊，这就是讲吼，啊，为我们国家啊增加这个生产力啦，吼，啊，伫遮啊再一次嘛，搁祝福因啦，吼，啊，永浴爱河啦，吼，白头偕老，还有现场所有的贵宾们，啊，大家心想事成，谢谢，热情掌声，谢谢我们的乡长，男女主角啊，双方服务人。啊，咱的化西乡，化乡长吼，啊，咱在座的咱也有那个化西乡吼，诶，乡长候选人啦吼，啊，今天的主席安尼吼，啊，各位足侪贵宾吼，啊，今仔来遮吼，甲阮一对新人吼，来个祝福，啊，来个见证吼，啊，早上吼已经稳定成功吼，啊，就会变成牵手吼，啊，也会变牵手以后吼，就要帮帮手吼。啊，甲红豆沙干吼，啊，过来吼，帮推手，来对帮手，啊，过来来对推手吼，把先生家庭的事业吼推得成功吼，哎，祝福他们哦，早生贵族，啊，早生贵子，啊，永浴爱河，啊，祝在座贵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感谢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祝福你们，感谢家养育之恩哦。那我们的国礼正式开始，首先邀请来我们家的女儿，牵着女婿的手，面向我们的爸爸妈妈。和我们爸爸妈妈说一下，多谢着，感谢，感谢爸爸这么多年来的养育之恩，因为有恁的疼疼，因为有恁的钱用，有你们的养育哦。我们的今年，我们家的女儿今天已经长大成人了哦，要做着人的好牵手啊哦，这拢是爸爸妈妈你的功劳，感谢你哦。那么祝福着阮爸爸妈妈今仔日好早起哦，你过春天哦，祝福阮爸爸妈妈哦，今仔过参加妈祝天，恭喜恭喜，好朋友，甲阮好爸爸好妈妈拍只拍恭喜一下好不好？谢谢你，好来请回位，好紧接着反而牵着昆明的手来面向我们未来的公公婆婆。好，我们一样立正正好，鞠个躬，感谢未来的公公婆婆，我的亲爹亲母，感谢你哦，感谢你的亲娘家，今年加赛哦，今年再来辛苦，让我们今天的女儿哦，可以找到这么好的靠山，感谢的公公婆婆疼咱的爱护，那也希望我们公公婆婆以后的每一个日子哈、哦，人讲的疼花人疼爱哈。这听好戏的爱人心不爱啦哈，啊，我们的我家的女儿哈，年纪较轻，较唔捌代志，将来我的公公婆婆给到我听堂个爱护，感谢你们辛苦了。那么要祝福的我们家的当家董事长跟我们的竞选董事长夫人哈，不顾将来我们好媳妇都要抓你来哦，祝福你当年年挑选的位位大发财，那好媳妇然后你抓你吃。家在年年出年年过，我哩年年赚大钱，搁买哪厝？不，我哩讲好不？谢谢。好，那好朋友，给我几个钱，拍只拍，恭喜一下，恭喜。
啊，恭喜来请回位，记得感恩家在座所有朋友隆重谢谢，多谢了，咱家在座所有贵宾，现场的朋友，大家一起来举杯捧杯馆，咱这个讲一对在住嘉年华，当中走路馆哦。即个迄种嘛，甲阮林宏社区啊、社区呢，要祝福着阮当闽南公啊、感谢闽南公啊，闽南甲阮做甲对对对，在座好朋友，咱即个迄种啊，甲阮林宏大吹啊大吹，祝福咱现场的好朋友，大家拢甲阮即个新年感觉，樱花甲富贵，现场所有的朋友，大家一起来改变的去，恭喜我们这边才是家人，祝福咱现场好朋友，甲林宏大。祝福了咱下边的好朋友，今早到汤干妈祝他，也祝福这对才子佳人永浴爱河，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再次感谢现场好朋友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外公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恭喜嘛，祝福阿公生日快乐哦！阿郎相公的祝福，年轻的舞台，我们的新郎官第一个吻，超级的金。真正咱新娘仔头壳牙，头壳牙知道吼，儿童，哇，拍起好啊嘞，金条牙头哦，咱祝福伊代代子孙拢有好出头哦。来第二个吻，第二个金金颊，咱来闻到怎么样来脆脆脸颊，脸颊，掌声鼓励，金颊脆脆哦，咱要祝福这对财主家庭会当较有好机会哦。好，紧接着新郎官，紧接着让新娘来胸前，胸前知道吧？胸前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要用垃圾的方式去亲，好不好？碰碰，好不好？哎，亲友团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你了哈，闺女，你刚说垃圾了哈，预备备，动！哎，这个特写有特写到吧？有哦，来金条天子，咱祝福伊阮家的新郎官事业会当一片光明哦。那我问一下，我们家的女儿，老公有没有求婚？有求婚，好体贴哦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动作呢，既然有求婚，婚就不陌生了。来，先讲我们家女儿，今天咱到新娘话会宅宅，知道吗？宅口宅口，稳住财库，才会呢，来对你以后的幸福有保障。宅库知道在哪里吗？好，户表示老公是我们的，老婆是我们的，我们永远只爱对方，好不好？预备备，请盖章。老公，你还迟疑哦，打你哦。好，请第一个请人祝福一满妮朵慧慧，也祝福他们永浴爱河。永结同心，相爱一生，相守一世啊！两个人要手牵的手，心连的心，一起呢共创人生幸福美满的旅程，最幸福、最美满的生活。来，我们的新郎新娘，我们的女儿女婿下台一鞠躬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谢谢。啊，这个兄弟，我们昆明的亲友团。